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 Fox 体育台。那么真的没有想到呢，一场大雨呢造就了胡志伟大联盟初登板的机会。那么很高兴的能够和球评这位陈先生以及电视机前面所有观众朋友透过 Fox 体育台的现场直播一起来看看胡志伟今天的表现。对，好，一开始对上的不是别人呢、同样来自于亚洲的金贤珠。国盲队第一位台湾选手，对，希望他评为这个联盟小联盟最好的变速球，今天能够拿得出来。我93迈的外角速球很准啊。这是大联盟当中第二位 Who is 姓胡的选手，就看他的内容跟他胆识了。好，变速球。对，一开始投得很谨慎的。对，三垒垒包上面有跑者，相信胡志伟也是想帮队友把这一分给守住。对，非常成功的投球。对，没错，这变速球果然吸引金棉树的想要尝试把球打到左半边了、很有可能呢，在刚刚开始下雨的时候，教练团就跟胡志伟先沟通过了。地球又用变速球来引诱哦，因为 Scope 真的很喜欢打地球。胡志伟呢是在2015年呢 Kevin Jepson 的一个交易当中呢，从双城队来到了光芒队，61寸，身高210磅，体重23岁，连投两个变速球。今天胡志伟跟先发投手 Archer 一样，帽子下面还有一个头巾啊。造型蛮特殊的，哇，漂亮！希望除了造型之外，以后成绩上面也一样漂亮。你到了95迈了。这个球投在稍微比较低一点的地方，结果 Scope 把球击在中外野方向，形成了深远的飞球。这一分应该保不住啊。没错，我他也抓到第二个触击数。那现在垒包上面一个跑者都没有，胡志伟可以更专心的来面对沙场经验丰富的老将 JJ Hardy。左外野方向的飞球被接杀出局，胡志伟上来面对了三人次，结果呢解决了三人次，这是胡志伟的大联盟初登板，非常恭喜他。